有新的任务，党组织让你报考中央军校。我想要变得更强。你会不会记得我？协助他应付环境，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。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你。好久不见。上海即将沦陷，我们要转入地下。从现在开始，上海就要交给你。卷入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，是我们都不想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蒋千宇。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们要去哪？我不知道。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愿意。